彭昱畅承认恋情，喜大普奔，再也不用羡慕别人的吻戏了。昨日彭昱畅被媒体拍摄到疑似与女友约会，而女主角被怀疑是张静怡。我们的男主角彭昱畅也是很有担当，立刻出来回应，原来小道消息这么快，只是普通人的恋爱，不要过度关注吗？在被认错女友时，彭昱畅立刻出来澄清并公布恋情，看来我们的彭彭很有担当呢。张静怡也是第一时间出来祝福彭彭，彭彭也表示自己的女友只是个普通妇人，看来彭昱畅再也不用羡慕别人的吻戏了，可以在线下完成长久以来的愿望了。恭喜我们的彭彭，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彭昱畅的新作品《风犬少年的天空》。